四大男神之一的李钟硕，外形高挑，长得帅之外，又演出超多人气戏剧。日前他宣布与 Big Bang 的经纪公司签约，成为同门师兄弟。而最近他也才刚结束中韩合拍的电视剧拍摄。前阵子两地奔波，忙到焦头烂额。但让人惊讶的是，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李钟硕已经正式考上了韩国名校建国大学的电影学系研究所。而且听说他所选的授课方式还是采取一对一磨练演技的方法，这可是比一般学生更加严厉呀。百忙的行程中还这样悄悄考上硕士，消息曝光后让众多网友都超级佩服，又帅又会演戏又会读书，真的是最帅最厉害的学霸耶。